型就让人哇，这个也太炫了吧！好像大家会造成话题，尤其是这个四零穿的，今天好像是听说是 Lady Gaga 女神卡卡御用的设计师。对，因为我们那个造型师交代我千千万万一定要讲出错，是这个真的是 Lady Gaga 的设计师的。哇，这个穿起来有没有感觉特别的不一样？我觉得还蛮真的蛮有设计感，大家其实看我身上花纹，然后虽然远看不到是什么，但是你近看的话，其实它是人的那个骨头肉骨的部分。然后因为其实这次专辑叫流感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包含就是比如说一些 X 光片啊，或者是一些流感相关概念，比如说打喷嚏或一些病菌病毒传染性质的一些，不管是影像或是等等表演，可能服装造型上也是。专辑发行之前，我们四个人都有得对流感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我那时候就是发烧，对，我还蛮严重，然后拖了蛮久，然后之后去就受不了去挂急诊，然后就是医生觉得我很严重，就是做快筛，就直接做快筛，快筛出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个是病毒，而且是 B 型流感，然后我就说那我要被隔离吗？然后他就说要，然后我就说真的吗？他说开玩笑的，哦，开玩笑，这个女生，然后我想说。就是心里翻了一个白眼，他说不用，没关系，就是你要就是吃颗流感，然后就在家静养就好，然后所以就是慢慢的恢复这样。哦，对，然后他们也是，就是每个人都中感冒，所以就是就觉得他又发专辑了，然后中感冒，然后得流感这样，现在再来发流感，就觉得特别有感觉吗？特别有感觉，我准备再给我介健康很重要的啦，对，健康很重要。今天四位呢要来这个两两分组一下，要不要先来个什么黑白菜或者是跆拳来决定一下吗？那就黑白好了。好，黑白好。希望我没有跟他上同一队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他不想喝的话就会推给男生吗？因为两个现在避嫌，因为他们已经那个亲完嘴，算是正式跟大家公开，算是哪有这个？对，发生关系了。在你看谁的 MV 里面，大家唱好。哇塞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好，黑白是不是？黑白白，我胜利。黑白黑白，我胜利。黑白黑白，我胜利。你退出好不好？退出。你先退出，反正我出去，然后一楼是吧？不是，我在等待你们另外一个。黑白，我胜利。没有，你们打一打，我今天的这个，你过去好不好？直接宣布怀秋退出。黑白，我胜利。好，不好意思，那个绯闻男女就那个对黄世杰。蔬果的部分，蔬果汁，好，用心要把它调好喝的。哇塞，所以很一个一个慢慢下来，他们是整个直接下来，哇，而他们的水呢是完全看那个用目测法。哎，小黄瓜也有对？啊，有哎，都有哎。还有什么？你在煮泡面哦？我觉得哎，都花。你们什么词啊？你还用夹子？那是画面啊！哇，要加水吗？好金色的东西。哎，这哎，真的，那就是他弄的，我的。我没有存汁，我没有插手，他也存汁。真的。哇，太小了，太炸了，太油。哇哦。OK 了 ，OK 了。颜色上也是一个红，一个绿，不错。好。是木蛀牙吗？是木蛀牙吗？马上流感。没有，再追加，要再多加。我晕都不行了。哎，好像。然后还是不能喝的话，今天怀秋。好。为什么喝到这么多？最喜欢打喷嚏了。第一次觉得真的好恐怖，对不对？开玩笑。那交杯不是回到自己了？对啊，你没办法，白痴哦，真的白痴。我晕，我晕。毕竟准备的都这么的，你知道，单单的。我们既没有洋葱，没有大蒜，也没有韭菜。好，请干杯！耶、yeah! ，好顺口的。啊，真的还假的？它是用吸的吗？这样吸得进去吗？哎、欸，直吸耶！真的耶！完全不用漱口，直接用吸的。我妈妈不用吸的。还蛮好喝的，也吸完嘞。那我还没喝嘞。那还是要试试看吗？用吸管式的方式。
觉得怎么样？我爱上会吸哦，爱上会吸哦。